就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。哇，好帅啊！我是熊妖跟比雷玉兔。哇，好久不见！带来第一季的双喜绿豆碰来给你吃。哎呦，这么客气，欢迎我们第二位的客人嫦娥姐姐。咔咔咔！哇！我今天来大家介绍一下新东阳的蛋黄酥，很厉害的哦。Hello， 我是吴刚，李白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带了这个很气派的礼盒，阿聪式的礼盒来跟你做介绍。这是台中李记，它是百年老店，然后它这次，它这次有两个口味，它原味招牌的绿豆碰，还有他们家独家自制的那个绿豆松子碰，而且他们这个的饼皮都是多层，由师傅一层一层去揉捏而成，它至少经过12道手工才能制作而成的，而且你看他们家的绿豆碰在切的时候不会掉满地，真的，还蛮好切的，看一下，不会碎碎，看一下它的月饼皮的掉，照一下，照一下，好吃，好吃的吗？它口感很绵密，它是甜而不腻的，甜而不腻，它不会很干的，我觉得它很好吃，而且不会太甜，因为它的饼的层次非常好，我觉得不会到死甜。很多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前夕都去排队，但是你现在在我们这边买是不用排队，它可以直接宅配到家，你可以吃一下他们家独家自制的松子口味，这还我觉得味道那么好吃，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啊？你不要看它这样子，它一盒有两个口味，一个口味的话是有3颗，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是刚刚好的，你送礼不会觉得太单调，而且口味都有到。外面卖原价一盒是660，但是我们现在神脑直播一盒是450元，你在外面买不到的价格。好，来，快点哦！哎，你们一定大家都有听过新东阳吧？大家都有听过。有卖香肠了，卖香肠，肉松，肉松，肉干。对，大家都只知道它的肉干啊、肉松这些，但是新东阳厉害的，他们家的甜点也很棒哦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蛋黄酥，而且它的那个包装也很可爱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像这样子。哇，好小哦，很小小的，它的酥皮它是用7层去做制作的，然后它的口感很鲜明，所以它在跟蛋黄跟红豆泥结合起来的话不甜腻，然后它的味道也很绵密，蛋黄的香味还蛮香，它蛋黄很香的，然后跟红豆的，它的红豆我觉得不会到太甜，馅料结合的很绵密的感觉，就甜跟咸很适合，对，它不会很，我要切给大家看，像这样子很可爱吧，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刚刚有给大家看它是9个一个包装，然后两盒原价是820块，然后现在活动价的话是只要588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那个阿聪师的那个月见礼。等一下，阿聪师是谁？阿聪师你不知道，他在台中超有名哎。阿基师的同门师兄？不是啊，他超级有名，他在台中大甲，对，就是他很有名。很有名啊，他都专门做那个芋头酥跟那个奶。有听过，有听过。那他这盒特点就是说呢，他的口味他有4种哦。对，那比较常见像绿豆碰啊，那它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那个啦，它有那个芋头酥跟芋头酥，对，它这上面这一层薄皮是什么？那个是起司，起司感觉厉害耶，没听过的口味。它这个等一下可以吃吃看，它里面啊，它内馅是用那个白豆沙馅，那白豆沙馅它是比较属于比较绵密的口感，对，然后它还有绵密，对，它吃起来很绵密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咸蛋黄。它两个就是结合在一起，因为它里面的成分，它里面就是用了比较特别是白豆沙，因为一般都是用绿豆沙，那它这个口感会特别的。那这个黄黄的是什么？黄黄就是咸蛋黄。哦，然后咸蛋黄的。刚刚在切就觉得它的皮还蛮酥的。对，应该它层次是非常然后是它的蛋黄，非常它蛋黄好像，甜甜的嘛哈、然后它这个芋头口味的内馅比较特别的地方，还有加麦芽，这样不会很麦芽？麦芽糖。对，它不会，它就是吃起来会增加一点口感。所以它里面是有芋头，这个我对芋头再加麦芽。这个老人家吃会粘牙，不会牙掉下来，因为它就是弄得非常的 Q 弹，它的口感是 Q Q 的，不会让你觉得。你这样买是很贵吗？不会，我这一盒超级划算，它原价699，今天直播价只要450块。古早味，手工制作，百年老店，老少咸宜。这个是新东阳，也是做肉粽啊、香肠很有名的一个店家，对不对？然后推出这是迷你版的蛋黄酥，蛋黄酥适合樱桃小嘴像我这样的人。然后这个就是大
豪华气派，气派，对，然后口味非常的丰富 ，CP 值超高，对 ，CP 值超高，一盒就有四种，要买的话赶快扫描旁边的 QR code， 那输入那个 LIVE 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卖场直接购买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就介绍到这里哦，那我们每个礼拜三一样都会有介绍很棒的东西给各位哦，请大家锁定晚上八点，嗯 ，Live 神好康。